按下相机快门，捕捉飞机移动的瞬间，耳边还伴随着轰隆隆引擎声。这里是桃园机场二航下的户外观景台，在春节假期也成了最热门的看飞机景点之一。对啊，准备照相啦。这处机场内的观景台露天没有遮蔽，距离飞机又近，让不少人是专程前来。尤其这个位置离跑道只有25公尺的距离，不管是要观赏 Kitty 彩绘机，或是要来看全球最大的 A380 客机，在这里都可以近距离一饱眼福。这是第一次来这边。对对对，这边很赞啊，就很近距离接触到飞机，就看得到飞机，很赞。过年这样子会考虑再来？会，一定会再来。全新的桃机观景台天天挤爆人潮，而一旁室内区还有玩艺大街、美食街，集合了各地传统美食、各式知名的连锁餐饮，空间宽敞又新颖，也让游客大赞桃园机场又多了一个享受美食的好地方。我们今天是从台中过来，感觉还不错，因为第一次也蛮新鲜的，感觉是还不错，动线整个的都还蛮 OK 的。来到桃机新景点，可以一边手机充电，一边吃美食喝咖啡，近距离的观赏飞机起降，也难怪春节假期总是人潮满满，就算没有出国一样可以玩得开心，满满好心情。记者刘志展、廖宇智桃园报道。